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先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1时40分，地点议场三楼会议室，决定事项本第一会期延会至105年7月15日星期五止。主持人苏家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刘世芳、吴秉睿、罗志正、李鸿钧、林德福、许淑华、徐永明、杨振武、陈廷飞、江启臣，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无异议？好，无异议通过。我们做以下宣告：105年5月23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本第一会期延会至105年7月15日星期五止。现在，报告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各党团所提变更议程之动议。首先，我们先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之内容，请宣读。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拟请增列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郑天才等拟具财团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陈颖等拟具财团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并列为讨论事项第三案，其余议案列案顺序详如附表，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之内容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报告院会，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变更议程，将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财团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陈颖等18人拟具财团法人援助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三案，已通过议程相同，变更议程动议不再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请宣读。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5年5月9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林召集委员为周担任主席，分别邀请提案委员机关代表说明提案要旨，并邀请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经报告及询答完毕后，旋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说明，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为周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无异议。
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退休、自遣或离职者，如在任学校教职员时，无应缴回已领之退休金、资遣给予或离职退费，其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之任职年资，予以重新退休时不予计算。曾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职务、资遣离免职退费或相当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离免职退费之年资结算给予之公立学校教育人员、公务人员、政务人员、公营事业人员民选首长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以后转任之军职人员与其他公职人员，与在任或转任学校教职员，并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重新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以前由政府编列预算支付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离免职退费或办理年资结算给予之年资合并计算，以不超过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及第21条之一第一项锁定最高财计年资为限。前项人员重新退休时，其在任或转任后之任职年资满15年以上者，得依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四项规定之领退休金，并按其核定之退休年资计算退休给予，但其退服新制实施前在任或转任之年资，应接续于前次由政府编列预算之际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或年资结算给予等财计年资之后，按接续后年资之退休金种类计算标准核发给予。依其他法令重行资遣者，其退服新制实施前年资之资遣给予计算方式一同。宣读完毕。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四条修正案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十四条，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退休资遣或离职者，如在任学校教职员时，无应缴回已领之退休金、资遣给予或离职退费，其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之任职年资，予以重新退休时不予计算。曾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职务、资遣离免职退费或相当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离免职退费之年资结算给予之公立学校教育人员、公务人员、政务人员、公营事业人员民选首长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以后转任之军职人员与其他公职人员，于在任或转任学校教职员，并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重行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以前由政府编列预算支付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离免职退费或办理年资结算给予之年资合并计算，以不超过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及第21条之一第一项锁定最高财计年资为限。前项人员重行退休时，其在任或转任后之任职年资满15年以上者，得依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四项规定之领退休金，并按其核定之退休年资计算退休给予，但其退服新制实施前在任或转任之年资，应接续于前次由政府编列预算之际退休职务金、资遣给予或年资结算给予等财计年资之后，按接续后年资之退休金种类计算标准核发给予。依其他法令重行资遣者，其退服新制实施前年资之资遣给予计算方式一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现在请严委员宽恒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这一次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四条修正，主要是因为教育部所订定的施行细则，对之前已经请领过退休金的人，如果再任公立学校教职员而再一次办理退休的时候，前后年资加起来最高只能采计35年的规定，被司法院释字第730号解释认定违背法律保留原则，宣告将在105年6月17日失去效力。因此，行政部门有限时修法的压力。本席认为，为了和县和公教，为了和县和公教一致，让办理第二次退休的学校教职员的年资前后两次合计不能高于35年的规定，实在是不得已的。但本席也觉得，就在蔡英文总统宣告将在1年内提出具体可行的军公教劳的年金改革方案的同时，却凸显出这一次修法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到时候又要大张旗鼓地进行修法。希望新政府也趁着这一次彻底检讨年金改革的机会，同时全面检视这项限定前后退休金年资不能高于35年的规定是否合理。对于那些前段年资因为低阶只领到少数退职金之遣费的人，是不是不公平？又会不会影响到近来政府有鉴于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而大力端出许多鼓励银发族再就业的政策效果？谢谢各位。好，谢谢严委员。现在我们登记发言都已经发言完毕所以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于105年3月28日举行联席会议，将本案等提出审查，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会议邀请内政部部长陈文仁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中央选举委员会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其迈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审查。经讨论审慎研酌后，将本案等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陈召集委员其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其迈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令委员黄伟哲等、委员赖瑞龙等、委员赵天麟等及委员陈明文等提案均以院会决定经付二读，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4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请宣读。本院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于105年5月18日举行联席会议，将本案等提出审查，邀请提案委员郑天才等说明提案要旨。会议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兴华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周慧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华昭顺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与会委员经审慎研酌后，将本案等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另通过附带决议2项。院会讨论前，无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黄召集委员昭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昭顺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
好，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四条。第四条，本基金会之业务范围如下：一、原住民族广播电视专属频道之规划、直播经营及普及服务；二、原住民族文化及传播出版品之发行及推广；三、原住民族文化传播网站之建制及推广；四、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传播等活动之辅导办理及赞助；五、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及传播等工作者之培育及奖助；六、其他与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事业及传播媒体有关之业务。原住民族广播电视专属频道所需用之电波频率，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主管机关规划分配之。本基金会得委托经营无线电视之机构播送原住民族电视台之节目及广告，不受广播电视法第四条第二项及公共电视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九条。第九条，董事监察人人选之遴聘，依下列程序产生之：一、由立法院推举十一至十三名原住民族代表及社会公众人士组成董事监察人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查委员会。二、由行政院依公开征选程序提名董事监察人候选人，提交审查委员会以公开程序全程连续录音录影，经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数决议多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前项原住民族代表不得少于审查会人数之二分之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不得为政党党务工作人员、政务人员及选任公职人员。审查委员会委员应亲自出席，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董事之选任应顾及原住民族之代表性，并考量传播教育文化之专业性。监察人应具有传播法律、会计或财务等相关经验或学识。前二项之董事监察人、原住民族代表各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另应有工会代表一名担任董事。董事监察人中属同一政党之人数，各不得与董事监察人总额四分之一。董事监察人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工会代表董事候选人之选任或罢免，应由本基金会工会自主决定，由行政院提名，其选任或罢免之程序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亲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那么我们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本基金会之业务范围如下：一、原住民族广播电视专属频道之规划、直播经营及普及服务；二、原住民族文化及传播出版品之发行及推广；三、原住民族文化传播网站之建制及推广；四、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传播等活动之辅导办理及赞助；五、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及传播等工作者之培育及奖助；六、其他与原住民族文化语言艺术事业及传播媒体有关之业务。原住民族广播电视专属频道所需用之电波频率，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主管机关规划分配之。本基金会得委托经营无线电视之机构播送原住民族电视台之节目及广告，不受广播电视法第四条第二项及公共电视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第九条，董事监察人人选之遴聘，依下列程序产生之：一、由立法院推举十一至十三名原住民族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董事监察人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查委员会；二、由行政院依公开征选程序提名董事监察人候选人，提交审查委员会以公开程序全程连续录音录影，经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前项原住民族代表不得少于审查会人数之二分之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不得为政党党务工作人员、政务人员及选任公职人员。审查委员会委员应亲自出席，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董事之选任应顾及原住民族之代表性，并考量传播教育文化之专业性。
监察人应具有传播法律、会计或财务等相关经验或学识。前二项之董事监察人、原住民族代表各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另应有工会代表一名担任董事。董事监察人中属同一政党之人数，各不得与董事监察人总额四分之一。董事监察人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工会代表董事候选人之选任或罢免，应由本基金会工会自主决定，由行政院提名，其选任或罢免之程序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现在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四条及第九条条文修正通过。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请宣读。宣读附带决议第一案，有关中心二号 DVBS 讯号将于今年十月终止服务。公视基金会受托播送原住民族电视台节目，涉及公视营运计划变更案，建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于本案审查通过后，立即召开会议，完成核定作业，必使原住民族电视台得于本105年年度8月1日顺利开播，保障原乡收视户权利。第二案。查交通部我国数位无线电视频率资源配置政策规划方案草案原规划，将无线广播电视频段频道36指配于原住民族电视台使用，未料行政院105年4月28日却以未来 电信事业可能使用该频段为由，竟自改指配频道25于原住民族电视台使用，为频道25目前受频道24使用者中国电视公司临频干扰严重，所以立次交通部我国数位无线电视频率资源配置政策规划方案草案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之第二梯次数位无线电视试造规划草案，均未将频道25纳入试出规划，现却将频道25指配于原住民族电视台使用，将导致原住民族电视台日后节目新闻将受到严重的临频干扰。为避免原住民族电视台日后建置转播站时需耗费巨额建置与维护维运经费预算，并确保原住民族电视台之讯号品质及维护乐听大众之收视权益，原建请行政院应指配较少干扰疑虑之频段频道36供原住民族电视台播送无线电视使用。宣读完毕。请院会针对附带决议之内容有无异议？无异议，那么我们附带决议就照案通过。那么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现在我们请郑委员天才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这次的修正，非常谢谢，黄昭顺、昭伟以及所有内政委员会的委员，这次能够审查通过，更要感谢所有全体的委员能够支持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四条跟第九条的一个修正。这次的修正就是可以让原住民族电视台可以委托在公共电视的频的一个来播出播送，不会受到公共电视法第七条的一个限制。另外这次的通过了第九条陈英委员所通过了所提案的也就是未来行政院要提名董事监察人的一个提名候选人必须要以公开的程序，而审查会审查的时候要全程的录音，
另外就是在会议中也特别提了修正动议，针对工会的代表，所以未来工会代表也会产生董事监察人。谢谢。谢谢啊，郑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高金委员素梅发言。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截止登记。各位在立法院人同事，大家好。我想呢，圆明台呢播出已经13年之久，也几乎用了我们的公帑大概13亿。到一直目前为止，不管是公共电视也好，圆明台也好，都是属于公益的电台，也是属于政府的电台、电视台。我想呢，在这边我们要对 NCC 提出严重的指责。NCC 不管是在交通委员会上，或者是我们立法委员的私底下的协商的当中，一直对于圆明台这件事情非常的迟迟的不愿意支持，直到我们在立法院修正了第10条之后呢，他才愿意放下他的身段。我想呢，在这里呢，身为原住民立法委员，给 NCC 同样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行政团队给予严重的谴责。再来就是圆明电视台呢，成立到现在花了这么多的公帑，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的电台。那么我们也希望呢，8月1号能够在公示这样脱播完了之后呢，未来要有一个原住民的真正的毫无任何的这个干扰的电视台。所以我们也要求交通部还有NCC 在未来呢，也能够给原住民电视台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希望是在 Channel 36台。我想呢，在这边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在场的所有的委员做说明，也希望在立法院的我们的所有的同事能够支持原住民电视台的未来是在 Channel 36台。我想呢，以上身为一个原住民立法委员，在这边要希望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高金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您发言。主席、各位同仁，过去有关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监察人的选举方式，是由行政院提名董事监察人候选人提交审查委员会以2/3以上之多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审查委员会则由立法院推举11至13名原住民族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上周为520新政府就职，为落实透明政府，所以本席提案要求具体落实程序透明及资讯公开的参与民主，有助于确保原住民族之公共参与的权益。本席提案修正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9条修正，圆明台设置宗旨为发扬原住民文化，传承各族族群文化精神，但多年来非商业电视台的圆明台却一直没有一个家。我们同时也希望 NCC 应尽速研议提供无线频道与圆明台使用，确保圆明台能够推广原住民族文化。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齐迈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民主进步党基于保障原住民族的媒体禁用权，我们支持原住民族应该设立专有的无线的这个数位电视台。那这个是长远的一个目标。那在目标还没有实现之前，我们也支持说，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审查时，将这个无线数位频道的这个讯号，那委由公共电视台如期的能够在8月1号开播，所以我们支持第4条的一个修法。那另外，我想过去啊，大家最有所诟病的就是在于说这个董监事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方式。那这一次在第9条，民主进步党除了这个我们的陈英委员啊提案修正，在整个公开遴选的这个程序里头，应该用包括连续录音录影
等等这一些公开的一个运作的这个方式啊，必须能够更加的一个透明化。那同时更重要的哦，我们也在条文里头啊，本党的包括 Kuras 委员跟我们党团的成员，我们都支持哦，在董监事的结构里头，必须加入劳工的董监事哦，让整个包括电视台的一个运作跟整个基金会的一个运作，能够让啊。这个劳工能够直接的参与整个电视台的一个包括营运的方针跟营运的方向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产生，所以在我们讨论的过程里头，我们也特别把劳工的代表那加入这个整个基金会的董监事的名单里头，那我们也希望期许啊，慢慢的包括在整个运作能够更符合民主的一个程序之外，那未来有一天能够实现原住民族专。谢谢陈委员。现在登记发言，所有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保险法第167条之二及167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5月2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卢兆杰委员修宴担任主席，对本案进行审查。会中除请提案委员曾明宗说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竹任委员莅临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一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提案要旨说明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杰委员修宴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现在请召集委员卢委员修宴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那么无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保险法第167条之二，请宣读条文。第167条之二，违反第163条第四项锁定管理规则中有关财务或业务管理之规定，第163条第七项规定，或违反第165条第一项或第163条第五项准用上开规定者，应限期改正或并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废止其许可并注销执业证照。宣读完毕。第167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67条之三，请宣读。第167条之三，违反第165条第三项或第163条第五项准用上开规定，未建立或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稽核制度、招揽处理制度或程序者，应限期改正或并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167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67条之二，违反第163条第四项锁定管理规则中有关财务或业务管理之规定，第163条第七项规定，或违反第165条第一项或第163条第五项准用上开规定者，应限期改正或并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废止其许可并注销执业证照。第167条之三，违反第165条第三项或第163条第五项准用上开规定，未建立或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稽核制度、招揽处理制度或程序者，应限期改正或并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
我们做以下决议：保险法第167条之二及167条之三条文修正通过。那么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请曾委员鸣钟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案有关保险法167条之二至三，在审查过程当中，首先要谢谢财委会各位委员的支持，也谢谢院会今天在座各位委员的支持。这一次主要修正的内容是，过去因为保代保金它规模都非常的小，但是现行的罚则，只要它内计内控有小的疏失的话，处的罚款是60万到300万。但是实务上，保代保金它很多的资本额只有300万，它这样基本上它资本额才300万，但是要处它很小的疏失，就处它60万到300万的罚款，基本上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这一次谢谢大家支持，把它罚款的下限由60万降为10万。所以这样的修正符合业者的需要。跟各位报告，保代保金国内有将近600家，从业人员超过15万，所以我们立法院这一次的修正可以回应业者的需要，也可以符合比例原则。谢谢大家。好，谢谢曾委员。那么我们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处理讨论事项第五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今天审议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补送列入审查总报告的部分，请宣读财政委员会会诊报告，请宣读。本院财政委员会议有关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未经审查完竣部分，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经于105年3月31日审查完竣非营业部分预算，并于105年4月7日提出审查报告。经济委员会经于105年3月30日审查完竣非营业部分预算，并于105年4月13日提出审查报告，并零营业部分预算经于105年4月21日审查完竣，并于105年4月26日提出审查报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经于105年5月5日审查完竣非营业部分预算，并于105年5月10日提出审查报告。由财政委员会汇总整理后，函请议事处提报院会并案讨论。各委员会审查结果概要说明如下。一、营业部分审查结果，前列营业总收入3290亿7420万5千元，前列营业总收入不含所得税费用3323亿9553万2千元，增列税前净利33亿2132万7千元。至于所得税费用及盈亏拨补事项，是院会审议确定后，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单位有关之业务计划转投资、重大建设资金运用及资产负债预计等部分，应分别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二、非营业部分作业基金审查结果，增列业务总收入5亿7057万2千元，减列业务总支出9290万7千元，增列本期剩余6亿6347万9千元。至于余处拨补事项，是院会审议确定后，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单位有关之业务计划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国库增拨基金额及资金运用等部分，应分别因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二、债务基金审查结果均照列，至于业务计划及资金运用等部分，应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三、特别收入基金审查结果，减列基金来源9亿3003万9千元，减列基金用途47亿0879万2千元，增列本期剩余37亿7875万3千元。至于各单位之业务计划及资金运用等部分，应分别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
四、资本计划基金审查结果，增列基金来源150万元，减列基金用途750万元，增列本期剩余900万元。三、信托基金部分审查结果，减列总支出100万元，增列本期剩余100万元。四、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本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14次会议审议结果，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占照列，应随同本附属单位预算案审议结果调整，其中税入税出之调整仍应依本院审议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之决议及预算法等规定办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非营业部分由王召集委员域名及林召集委员署分，信托基金部分由林召集委员署分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依处理预算案之议事程序，按单位或基金别逐项宣读后，均暂行保留，视协商后再行处理。非营业部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劳动部主管作业基金、劳工保险局作业基金，请宣读。甲、劳动部主管一作业基金、劳工保险局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照列；二、业务总支出原列3841亿2330万6千元，减列业务成本与费用之保险成本中，保险给付之就业保险补助全民健保费883万元，本项应随同增列提存责任准备之就业保险883万元，其余均照列，增减户底后照列。三、本期剩余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六、国库增拨基金额均无列数。七、通过决议无效。宣读完毕。劳工保险局作业基金保留协商。劳动部主管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安定基金，请宣读。二、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安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182亿5799万5千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164亿0350万8千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18亿5443万7千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78项。宣读完毕。就业安定基金保留协商。卫生福利部主管作业基金、医疗药品基金，请宣读。一、卫生福利部主管一作业基金、医疗药品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照列；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283亿3018万3千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8亿2563万9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照列；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2亿5309万8千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2项。宣读完毕。医疗药品基金保留协商。作业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请宣读。
二、作业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照列；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4亿3132万4千元；三、本期剩余改列为1亿6556万9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照列；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九项。宣读完毕。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保留协商，作业基金全民健保保险基金，请宣读。三、作业基金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原列6亿3464万5千元，配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议结果，减列卫生福利部第三目社会保险业务第二节社会保险补助之政府应负担健保费法定下限27亿元，本项应随同修正减列业务收入中保险收入之保费收入27亿元，并随同修正增列业务收入中保险收入之收回安全准备27亿元，增减户底后照列。二、业务总支出三、本期短处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改列为1亿6057万9千元。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11项。宣读完毕。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保留协商，作业基金国民年金保险基金，请宣读。四、作业基金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改列为9,294,620,000元。三、二、业务总支出改列为9,294,620,000元。三、本期剩余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均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8项。宣读完毕。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保留协商，特别收入基金健康照护基金，请宣读。五、特别收入基金健康照护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照列。二、基金用途改列为1,394,502,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41,2745,500,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61项。宣读完毕。健康照护基金保留协商，特别收入基金、社会福利基金，请宣读。六、特别收入基金、社会福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改列为29,982,837,000元；二、基金用途改列为30,6797,900,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1,7514,200,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24项。宣读完毕。社会福利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环境保护署主管特别收入基金环境保护基金，请宣读。丙、环境保护署主管一、特别收入基金环境保护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因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照列。二、基金用途改列为78,2399,400,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9,7740,400,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66项。宣读完毕。环境保护署主管特别收入基金环境保护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信托基金部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劳动部主管
劳工退休基金救治，请宣读。甲，劳动部主管依劳工退休基金救治，以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总收入、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劳工退休基金救治保留协商，劳工退休基金新制，请宣读。二、劳工退休基金新制，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劳工退休基金新制保留协商，积欠工资电厂基金，请宣读。三、基欠工资垫偿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五、通过决议一项，宣读完毕。基欠工资垫偿基金保留协商，现在进行环境保护署主管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信托基金部分，请宣读。以环境保护署主管依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信托基金部分，依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剩余均照列。宣读完毕。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信托基金部分保留协商，现在进行清洁人员执行职务死亡记住基金，请宣读。二、清洁人员执行职务死亡记住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短处均照列。五、通过决议二项，宣读完毕。清洁人员执行职务死亡记住基金保留协商，报告院会。本案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至各单位预算及决议等，均暂行保留，做以下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六案，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等七家103年度决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5月2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卢兆锦委员休宴担任主席，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等列席，并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提出说明及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所长说明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审查，审查结果均照案通过。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卢兆锦委员休宴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卢委员秀燕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进行处理。宣读一。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请宣读。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收入总额决算数4亿8319万8062元，支出总额决算数4亿8175万6366元，本期剩余决算数144万1696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宣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收入总额决算数5亿4809万7195元，支出总额决算数5亿2850万5846元，本期剩余决算数1959万1349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宣读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收入总额决算数37亿6847万5874元，支出总额决算数34亿4806万7437元，本期剩余决算数3亿2040万8437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收入总额决算数192亿2258万4730元，支出总额决算数192亿3164万5594元，本期短处决算数906万0864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收入总额决算数1亿1215万8682元，支出总额决算数1亿1215万8682元，本期余处决算数0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收入总额决算数2亿5335万2197元，支出总额决算数2亿5695万9244元，本期短处决算数360万7047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宣读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收入总额决算数1亿5825万9248元，支出总额决算数1亿1302万5403元，本期剩余决算数4523万3845元，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照审查会意见通过，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赔偿基金、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及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103年度决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两案，因为本案经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应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新政府应积极规划提出促进经济成长政策方案，以不负选民所托，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请宣读。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行政院主计总处于经105年2月17日公布预测105年经济成长为1.47%，然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所任命的首任阁揆林权5月1日于新内阁共识营记者会受访时，对我国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能保一表示是很不容易的，恐怕做不到，想达到不负成长都是个挑战。新政府新内阁尚未上任，就急着先打预防针，显然是想以降低人民对新政府施政
政的预期心理，请求达成最低标志方式，模糊未来执政不利的焦点。行政院长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洞见观瞻，然准阁揆遴权尚未正式上任，即对拼经济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显见蔡英文政府对下半年的施政似已无积极作为，还没上台就毫无信心，让全国人民能对新政府保持期待吗？政府没有悲观权力，民进党即将执政必须负起责任，带领国人积极向前，怎可未战先却看衰台湾？张善政院长也已率内阁总辞，特别善意提醒新政府应该将意识形态先摆一边，如果两年内经济产业持续低迷，确实完成无生产力的课纲议题和转型正义，恐让外界认为这个政府是来报仇的，执政党无法带领全国人民拼经济，仅针对在野党清算斗争，人民将对政府失去信心，当务之急要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让超额储蓄愿意投资在国内，创造就业，增加税收，扶持新兴产业，并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及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建设支出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更能加速提升我国经济成长。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新政府应积极规划提出促进经济成长政策方案，以不负选民所托，是否有当提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谢谢。那么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入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曾委员明忠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五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提案？主要是经济是台湾最重要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今年依照主计总处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1.47， 但第一季是负的 0.84， 出口连续五季负成长，比97年的金融海啸期间更为严峻，所以基本上今年经济成长率要保一已经有困难。林权院长也承认今年经济成长要保一恐怕是做不到，显示短期经济面临非常重要的问题，亟待因应。但我们来看看中长期的问题，由于国内面板、记忆体及太阳能等重要产业渐渐失去竞争力，国内产业面临升级的重大困难。国外由于中国大陆推动红色供应链，推动进口替代，也会造成国内经济的重大影响。所以整体而言，我国经济不管是短中长期，正面临重大的问题，期待朝野同心来找出解决之道。民进党已经在520正式全面执政，所以本党国民党党团建议台湾经济优先，经济第一，暂缓推动没有生产力也还有一些无益国际民生的政治议题，先把经济产业的问题处理好，全民拼经济，找出台湾的新出路，为国际民生做出更大的贡献。因而建议院会做成决议，新政府应积极规划提出促进经济成长的政策方案，以不负选民所托。以上说明。谢谢曾委员。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我们现在依照登记顺序发言。第一位，我们请赖委员四宝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苏院长、各位先进，这些话我原来
以为我是在下个礼拜总咨询的时候才对苏院长来咨询。那今天呢、啊，黑姑没那么少了，黑姑没那么少啊。520之后，看到新内阁荒腔走板的表现，今天要讲。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些委员会的一个备询，我们看到交通部长是什么？第一炮取消廉价夜间的收费，向人民抢钱啊。我们看到林权一方面说今年的经济很困难，要救经济，经济不到一趴，结果什么？先伸手向人民的口袋要钱。这样的政府，我们身为最大在野党团，表达强烈的抗议与强烈的不满。我们再看看教育部长开记者会，大喇喇的开始推动文化台独。现在行政立法都是民进党整晚端走，白进，阿拉布隆白进，但是这是最优先的吗？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媒体啊，都说啊，七月份或者六月份，民进党政府要开放辐射的有毒的食品进口那五个县市。虽然食药署否认，但我认为否认的成绩不够，行政院要出来讲清楚。我们看到冲之鸟胶不见了，变成冲之鸟，什么意思？大家都很清楚，民进党的国防的战略，整个的外交战略就是什么？联合美国、日本来对付中国大陆，没关系，这是你们执政，当然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日本，是不是未免太过于卑躬屈膝了？对日本未战先降，对日本几乎是把他看作阿公跟阿爸一样啊！想起来看着很悲哀啊。没有交会怎么样？没有交就等于默认日本的军舰、日本的就可以开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的渔民捕鱼没有了。各位，本党团关心的是民生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到两岸现在的紧张，陆客不来了，假鱼蛋一条七块变三角。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现在的政府居然已经向全国透露一个心声。声音，那就是要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各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民进党政府告诉日本，买一百，买一买我们的假鱼蛋吧，买一百我们的凤梨酥吧，促进经济，经济方案新政府赶快提出来。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众花园，啊，不花园。那所有登记花园的委员，经已花园完毕。那么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进户二读，请问院会有异？好，啊，好，无异。现在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做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哦，报告院会，现在有人民请愿文书，请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苏委员、郑清、林委员代话接见。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本院基于捍卫国人健康，为食品安全把关，坚决反对蔡英文政府为加入 TPP 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牺牲国人健康、养猪产业、猪农权益及国家经济发展，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请宣读。
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日前赴美访问时传承诺为争取加入 TPP 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经济协议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国民党党团坚决反对牺牲全体国人健康、食品安全及养猪产业换取加入 TPP。 政府开放美牛进口时考量国人饮食习惯多猪少牛，采取牛猪分离安全容许强制标示排除内脏原则，但当年在野之民进党却抗议霸占一场长达五天，要求全面零检出。目前台湾已开放无瘦肉精、不含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美猪出口欧洲、俄罗斯、中国大陆亦未含瘦肉精，为何民进党尚未正式交接就任，其对外表示哪有能耐挡得住含瘦肉精美猪进口，不免让国人高度怀疑蔡英文总统当选人赴美时台美双方已有黑箱暗盘交易，只有必要向国人说清楚讲明白。目前美国两位总统参选人对 TPP 之意见尚未整合，台湾贸然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不但无法保证顺利加入 TPP，尚需面临国内现有8000多户养猪业者失业，占畜牧产值约1686亿元之巨大损失，养猪产值769亿元损失，及从事畜牧相关产业人数减少50000人的巨大冲击，对台湾整体经济是必定造成雪上加霜、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的严重后果。民进党政府选前选后如9拐18弯的法家湾快速转变政策，让全体国人无法接受似有被诈骗的感觉，基此原因要求院会通过决议。本院基于捍卫国人健康、为食品安全把关，坚决反对蔡英文政府为加入 TPP 开放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牺牲国人健康、养猪产业、猪农权益及国家经济发展，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谢谢。那么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经付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张委员立善说明提案旨趣。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国民党团今天在这里，特别要拜托所有民进党的委员支持国民党的提案，也就是为了捍卫全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食品安全把关，我们坚决反对蔡英文总统为了加入 TPP 而牺牲国人健康，换来同意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有鉴于蔡英文总统日前赴美去拜访的时候，是不是拿着全国2300万人的健康来换取进入 TPP 的入门票，换取入场券？我们不禁要问，在前几年马政府为了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牛的时候，所有民进党员不惜霸占一场长达5天以上，甚至蔡英文总统还带领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坚决捍卫国人健康、瘦肉精零检出的原则。但是今天，就像9弯18拐，转弯的速度比 F1 的赛车速度还要快，这种选前说一套、选后不同调的情形让民众无法接受。同时，蔡英文准总统在日前就职典礼的时候说，人民期待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政府。但是我们要试问，蔡英文总统，你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国家发展委员会曾经做过一份民调，有70%以上的民众是反对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猪来危害百姓。甚至我们曾经做过
牛猪分离，排除内脏的原则。为什么要牛猪分离呢？因为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吃猪肉的习惯高达吃牛肉的七倍以上，甚至吃内脏凝聚更多的莱克多巴胺，危害身体健康加剧，严重影响国人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的政府却说一套做一套，牺牲百姓健康于不顾。我们同时要问，台湾人绝对不是二等公民。美国可以为了欧盟、为了中国大陆、为了俄罗斯，专门开放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出口，为什么台湾人就一定要吃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呢？行政院农委会主委在就任之前就表示，没有能耐抵挡住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这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台湾的同胞，也就是说我们要被迫接受一定要吃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所以我们怀疑我们蔡英文总统是不是黑箱作业，是不是暗盘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来换取加入 TPP。 甚至我要问，目前美国所有参选总统的两位候选人针对 TPP 都还没有意见整合，台湾就贸然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到最后如果没有办法进入 TPP， 是不是我们国人健康已经严重被牺牲？甚至我们养猪产业每年高达769亿的产业，所有的养猪畜牧产业的相关50000人以上也要面临失业。所以我们希望建请新的政府一定要站在所有国人的健康、食品安全把关，甚至农民的权益，大家一起来捍卫国人健康。本席也在此特请民进党的委员坚持昔日瘦肉精零检出的原则，共同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人健康，这个才是国民之福。好，谢谢张委员。本案现在进行大题讨论，依登记顺序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第一位，请吴委员坤玉发言。啊，主席啊，各位先进，大家早啊！我本席真的很感谢张立善委员，还有国民党同仁对国民食品安全还有猪农利益的重视。其实民进党同仁也都是一样，非常重视食品安全跟猪农的利益。我想过去8年来，我们确实在国内遭受食品安全危害的之苦，当然。我们非常关切食品安全。那为了做好食品安全，我希望说我们整体的，我们每天吃的食品各种的危险我们一起考虑。我们要在台湾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解决最危险的议题。好，那最危险的就像我在前面讲了，其实我们饲料中的棉分，我们抗生素用很多，造成抗药性的问题。所以我上个礼拜都找了农委会农粮署来讨论怎么管制饲料中的棉分，也找了黄检局来讨论怎么做好抗药性的研究。当然我知道莱克多巴胺 是一个假议题，连前国民党的食药署的署长康兆洲教授都在联合报投稿说明莱克多巴胺是政治的议题。好，为什么呢？当然国民党一直说牛猪分离，但是我们都有耳闻牛猪分离是破功的。好，现在都有美猪进口啊，那这个美国猪肉的检测情况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好，心里有数。那我们就不要讲这些，因为这个真的
鸡毛那个小事情，我们最重要来解决国人健康食品安全的问题，维护国人健康其实更重要。过去国内缺乏食品安全的人才，我们一起来责成教育部来成立食品安全相关的研究所，来培养我们国内需要的食品安全人才。再来，我们的科技部过去没有做食品安全相关的研究，我们应该来责成科技部成立食品安全研究的专门的学门，那我们好好来做研究，提早来发现我们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我们提早来管制它，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食品安全的问题。那关于猪农的利益，我想新政府很有诚意要来做好这件事情，提高猪农的竞争力。那因为上礼拜五新政府农委会主委副主委他刚就任，那其实他们有提出很好的来促进猪农竞争力、提升猪农收入的方法，我想我们给他一段时间来做这些落实这些政策，来提高猪农的竞争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我想这些是很重要。那我们不要让这个假议题，因为在2012年当食品法典公告标准之前，我们当然据理力争要求最严的标准，但是当食品国际食品法典公告标准以后，民进党主席苏主席那时候就裁决。好，谢谢吴委员，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蒋委员万安发言。蒋委员发言结束后，我们就停止登记。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针对美猪的议题进行讨论哦。我想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坚决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而且台湾民众的健康绝对不能作为任何利益交换的筹码。刚刚吴委员提到，我其实有一点不是很认同，他一再强调说美猪的议题是小事情哦，国人的健康当然是大事情。我希望我们的新政府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委员都应该重视国人健康的问题哦，这是政府最基本应该要维护的哦，绝对不能把国人的健康牺牲掉当成任何利益谈判的筹码。我们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日前也才举办了美猪对全民健康风险的公听会，其中与会的医师们、专家们都一再提到，瘦肉精不单只会影响心血管疾病，也会对于思觉失调、躁郁症的病情都会变得更严重，甚至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达22倍，而且对于孕妇、精神病患者更应该避免瘦肉精的污染。我想大家都知道，国人食用猪肉是大宗哦，更应该清楚的是，我们台湾民众最常吃的就是猪肉的内脏，所以目前很多加工食品都是以猪肉当作基底，所以如果民众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日积月累下来，将会对国人健康产生严重不可逆的影响。许多县市的首长哦，包括新竹县的邱进淳县长、基隆市的林佑昌市长、彰化县的魏明谷县长，也都在日前纷纷表态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甚至要求食用瘦肉精零检出。所以维护国人的健康，这是不分党派、不分颜色，没有任何的立场。所以我想也有高达70%的民众哦，是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到台湾来。所以我想如果哦，我们政府竟然哦，要以加入 TPP 的这个理由而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如果牺牲掉民众的健康，我们连保护民众健康都做不到的政府，我们还能期待他什么？所以我想既然瘦肉精的猪肉已经证实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为了保障民众的健康以及为我们下一代来着想，我们坚定的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到台湾，以维护国人的健康。谢谢。
谢谢蒋委员。现在请蒋委员启程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跟签署 FTA 是台湾的利益没有错，但是确保国人的健康更是政府的责任。我想在这边问我们所有的同仁，家们，我们的产妇生完小孩之后要吃多少的有机腰子？每一副的腰子它是猪肉的内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保它不含莱克多巴胺，我们如何确保它的安全？你知道吗？我们的猪肉的内脏，如果是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内脏，它的莱克多巴胺含量是猪肉的多少倍？之前前农委会主委跟我讲，他说啊，如果一个孕妇啊吃两副腰子的话，它的含量可能就超出了标准值，最低的标准值。我们当民意代表的，每一次到婚宴场合，弄港工早日 早生贵子，多生贵子啊。结果咱今嘛开放含瘦肉猪、瘦肉精的美猪啊，内脏我们也分不清楚。然后他们买的这些含瘦肉精猪肉的内脏，有机来价，我们觉得这样，这是政府确保民众安全所做的事情吗？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不用谈说什么拿出科学证据等等，我告诉你，美国人讲说，若拿不出科学证据，当然就得开放。我们居然还有人附和，我说这是天大的笑话，连 WTO 都没有这样规定，连欧盟都用所谓的谨慎预防的原则来面对瘦肉精这件事情，连美国人都用两种标准来对待中国大陆跟台湾，他输往大陆的猪肉是不含瘦肉精的，连他对大陆他也不敢要求开放。为了要争取大陆的市场，美国人养猪，连美国政府都去发所谓从未喂食乙型瘦体素标章，也就是美国内部自己都有一个标章，在猪肉上面盖，这个是不含瘦肉精的，这是卖到中国大陆去的。结果现在要求台湾说，你把它吞下去，我要卖给你台湾。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双重标准。这样子的谈判，我们可以接受吗？蔡英文总统，你是过去 WTO 谈判的专家，我们都知道，谈判靠实力，也要靠智慧，不是拿人民的健康来做交换。更何况 TPP 是多好，谢谢江委员。现在登记大题讨论发言的委员都已发言完毕。报告院会，现在有党团分别对本案提议，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进入二读，我们依序进行处理。如果前面的提议经多数通过，就不再处理后面的提议。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哦，有，请问院会有异议？
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表决，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现在进行表决，请按铃。
好，我们按您的时间到。那么现在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好，我们现在宣告表决结果。出席81人，赞成50人，反对31人，赞成者多数。我们做以下宣告：本案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现在，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好，现在我们进行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好，我们的表决结果已经出来，我们重复表决，出席82人，赞成51人，反对31人，弃权0人。
我们现在宣告表决结果，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本案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蔡委员陪会声明，对本案第一次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严厉谴责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及林权内阁对女性参政权益之漠视，并呼吁蔡英文政府应兑现选前承诺，增加女性政务官任用比例，全面检讨限制女性政治及劳动参与之法令限制，全面提升女性社会参与机制与权益，积极回应社会两性平权之诉求，并对女性阁员人数创新低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请公决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请宣读。本院国民党党团鉴于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所领导的首任内阁在已公布新任阁员名单中，仅四位女性出任阁员，比例占内阁整体的十分之一。此结果凸显蔡英文身为我国首位女性国家领导人，不但未能要求林权内阁落实政见，无视国际政治不断上升之女性政治参与趋势，将1996年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所争取四分之一女性参政之性别比例原则则抛诸脑后，且远低于马政府任内平均四分之一女性阁员的水准，更违背蔡英文本身于未来十年台湾发展政策纲领中所承诺的三分之一性别比例原则，让阁员性别比回到李登辉主政时期不及格的水准，令全民无法接受。更有甚者，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以能力说为女性阁员比例偏低辩解，身为中华民国首任女总统，不仅自我矮化歧视女性，更对女性参政权造成严重的二度伤害。蔡英文总统当选人从政一路以来，受惠于性别平等种种制度性及非制度性保障，当选后却带头打压女性参政之机会，凸显蔡英文选前选后言行不一，无视台湾人民对新政府的期待。反观马政府任内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积极落实全面修法、修改法令，保障女性参政及劳动参与等权利。原此，本党团建请院会作成决议，严厉谴责蔡英文总统当选人及林权内阁对女性参政权益之漠视，并呼吁蔡英文政府应兑现选前承诺，增加女性政务官任用比例，全面检讨限制女性政治及劳动参与之法令限制，全面提升女性社会参与机制与权益，积极回应社会良性平权之诉求，并对女性阁员人数创新低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报告院会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乎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王委员裕民说明提案旨趣，说明时间五分钟。麦克风怎么没有声音？主席，各位立院同仁，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这一项讨论案，主要是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好不容易我们出现了第一位女总统，然而中华民国并没有因为女总统的诞生让我们的女权有更大的跃进，这是让人家非常遗憾而且也应该要谴责的事情。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所任命的
林权院长，他所提出的内阁名单，竟然女性阁员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大家知道吗？这十分之一的比例还远不如我们在1993年李前总统当时的内阁，他的女性阁员比例还有13.5%。也就是说，林权内阁他所提名的女性阁员这么低的十分之一比例，已经让我们的整个性别平等的水准倒退了20年。面对这样的现象，我想国民党党团，我们这么多的女性的委员，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更何况我们也看到吕秀莲前副总统，他也一直在推动女权运动，他批评林权院长完全没有历史感。而我们也看到这个民进党自己过去也非常尊重的一位女权运动的前辈彭婉如女士，当时她在生前，她其实就极力争取应该要有四分之一女性参政的性别比例原则。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总统，事实上他在2012年自己所提出的性别政策白皮书，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希望政府主管跟民意代表等公职任意性别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今天我要告诉各位，蔡英文总统完完全全违反了当时2012年他所提出来的性别政策的三分之一比例的原则。难怪非常多的女权运动团体，大家都到民进党党部去抗议，他们抗议我们这位新的女性总统漠视性别平等这么重要的议题。而林权内阁更是被大家讥为是老男人内阁，他这么的漠视女性，我们怎么期待将来他整个内阁所推出的性别政策可以完完全全的落实呢？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刚上任的时候所任命的刘兆玄，他所运用的女性阁员比例高达28.5%。几个重要的部会，包括法务部，他任命了王清峰部长，陆委会任命了赖信元主委，劳委会也是现在的劳动部，他任命的是王如选主委，新闻局这么重要的发言人的位置，他任命的是石亚平局长。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马政府非常重视性别的议题，然而我们好不容易诞生一位女总统，却是让我们的女权大倒退。因此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我们要指出来，蔡英文总统及林权内阁是严重漠视过去女权运动多年来的努力，这一番打压女性的参政权，更是我们作为民意代表所不能忍受的。大家看看现场在座各位，我们这么多的女性委员，我们在立法院里面，我们的女性委员本届已经高达42名，占的比例高达37%。我们国会是这么的努力保障女性的参政权，但是我们的林权内阁却是这么的漠视女性参政的权益。所以有鉴于此，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今天特别提案，就是要来谴责我们的林权内阁这么的漠视女性的参政权，而且我们要要求内阁女性成员人数比例过低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林权应该公开跟全国女性道歉。我们也希望民进党的女性的委员们，大家也应该共同支持这项。好，谢谢王委员。现在我们进行大题讨论，依照登记顺序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我们第一位请李委员燕秀发言。院长，各位在现场所有的院会同仁，本届
立法委员女性的比例有机会占到将近38%的比例，这是历届以来女性担任立法委员最多的一届，这也代表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女性意识、女性平等重视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本届40位的内阁阁员当中，只有4位的女性，占所有的阁员将近10%。这也是回归到1997年台湾进入民主转型的水准，在女性的阁员的比例当中。当然，判断内阁是否有性别进步意识的代表，这不是唯一的性别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务委员当中，有张景生这样的政务委员，在脸书上邀请朋友去爬山，但是却PO出95峰的露点照，凸显出男性的沙文主义意识明显，更需要做更多的性别教育。更可以看到，在选择内阁阁员当中，童仲元的发言说，找不到适合的女性来担任我们内阁的，来加入我们的内阁团队。这也代表女性长期在职场上专业的努力，一下子就被我们童仲元整个内阁团队所否定了。我们认为整个倒退的内阁性别比例，更对不起长期在台湾社会复团所努力的方向，关心性别议题、期待性别平等进步的选民这是长期这么多人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说，柯文哲虽然在很多女性议题上面的失言，但是在台北市的小内阁当中，女性的内阁团队还有占将近25%的比例。难道我们整个行政院的内阁团队还比不上柯文哲的内阁团队吗？蔡英文说，台湾能够选出第一位女总统，并不代表女性的整体的地位提升，但是能不能跟想不想，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女性总统的出现，一定可以给台湾社会性别平等迈进进一步的机会。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一次的内阁团队，我们没有做到。也因此，本党团提出来，蔡英文特别在未来10年台湾发展的政策纲领中，一直提到女性的比例应该是占1/3的比例。我们非常遗憾，这次内阁团队没有做到，林权内阁团队也没有做到。因此，我们本提案希望，蔡英文主席，包括整个林权内阁，我们一起公开道歉，也希望在现场长期致力于女性平权运动的所有的女性委员一起共同支持本案。以上。谢谢李委员。报告院会，刚才苏委员郑清因接见请愿人士，特别声明对第9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二位，我们请习委员淑华发言。发言之后，我们就停止发言登记。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先进，2012年总统大选，蔡英文的性别政策白皮书特别表示，在性别平权要从新内阁女性1/3开始做起。很显然已经跳票了。蔡英文成为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是我们台湾性别平等的新里程碑。台湾第一次选出女性的总统，在国会呢，我们女性的立委更是创下历年的新高，达到了37.2%。所以呢，在520新政府上任之际，每个人都期待新的政治版图可以带来新的气象，特别在性等平等上面。但是这次遴选的内阁当中，只有4位的女性，仅占我们总内阁的10%。此外，在原住民还有身心障碍其他的弱势族群当中，我们的能见度更是低。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国民党在2008年执政之后，有长达4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女性内阁的比例都是占了20%以上，在高于民进党的在这个2000年民进党的时候的执政的比例更高。林权呢未能落实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政见，但是我们看到行政院的发言人蔡正元说，经过综合的考量评估，也有征询过很多女性加入内阁，但结果不如预期。我们要问，新内阁是否应该要解决这样的一个窘境？
而非推卸责任。如果民进党你承接解严以来的进步力量，并且在选战当中你们一直不断地称自己是一个进步的政党，希望未来可以继续的执政八年十六年，是否应该要好好的反省党的女性的栽培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吗？为什么连党外也找不到女性的人才？为什么优秀的女性不愿意来担任你们的内阁吗？难道这不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吗？我们希望林权院长不要忘了，台湾女性参政的门槛不断的降低呢，是过去有很多女权的运动，包括很多的妇女团体在努力不懈的发声，还有在修法的过程当中的努力，这是大家共同努力而来的成果，而非不是新政府还有包括我们总统蔡英文他两次参选就能够达到的成就。就像部分区立委的名单，我们有保障二分之一，包括在我们国营事业的董事名单女性也必须超过三分之一，这些的意义为何呢？保障女性的权益不是用嘴巴说说，日前很多妇女团体一直在呼吁，却只换来我们蔡总统在脸书上表示虚心的接受，谢谢指教，而林权院长也未有积极的处理，这对女性无言是一种讽刺。新政府说未来一定会落实性别的主流化，并且在所有的决策中务必要将性别议题纳入考虑，如果连女性的阁员比例都达不到的话，我们要如何？谢谢习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政委员运鹏发言。这个，请尊重政委员的发言。各位委员，请尊重政委员的发言。啊，请政委员运鹏发言。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首先感谢国民党的女性委员哈，那愿意让我有发言的机会。那首先，本席相信所有国人同胞都乐见国民党的朋友已经追随民进党的脚步，对于我们的性别平权做出了觉醒。那刚才诚如国民党的王委员所提到的，大家如果注意到他的发言的话，他所提到的三位女性的杰出人士，包含吕秀莲副总统，包含彭婉如女士，包含蔡英文总统，您所提到的都是民进党的政治领袖。所以国民党追着民进党的角度，对于我们的性别平权有所觉醒，这一点我们相当的欢迎。但是国民党今天的政治提案，就像上一周对于转型正义原住民的提案一样，过去对于性别的歧视，过去对于原住民的限制和歧视，都是国民党长期的政治错误。民进党这二三十年来，我们都带领着社会一起进步。民进党从党内的党职选举，到民意代表的提名额度，到民进党的县市长提名，到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提名，到民进党的直辖市长、党主席，到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都领先于国民党，做出了提名，也做出了规则。所以这一点，国民党的朋友，你们要想想看，国民党现在好不容易有女性的党主席，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你们第一次提名的女性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你们却在程序不正义的状况之下把她换掉了。这一点，国民党的朋友是不是要先谴责自己的政党过去对于性别做出了不正确的政治举动？所以在这一点上，本席再一次强调，国民党的朋友现在重视性别平权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们今天用政治的提案来凸显了过去你们的矛盾，这一点对国民党来说是不智的。所以对于原住民的朋友，对于性别的平权，我相信民进党我们都是用政策、用价值观、用行动来证明。也希望国民党的朋友可以看看过去民进党三十年的努力，也希望国民党一起进步。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郑委员。报院会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进入二读，请问院会有异？好，
反对，那反对的话，我们就不予处理。啊？你们要交付协商？好，那么现在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做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这个有异议就不予处理。好，我们重做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好，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00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
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江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八人，针对刚出炉的智慧节电成绩单显示，去年行政院端出20亿奖励节电，只要各县市一年节电2%就可获奖，而参加的18个县市竟然没有一个达到标准，同时总用电量跟去年相比却不减反增。另外，主计处统计，2000年至今，全台用电量成长超过40%。学者认为，按照用电的目前的现况，想要达到行政院所设的目标，省下一座核电厂的发电量，恐怕是难上加难。为落实节能减碳、降低温室效应的冲击，本席等要求行政院依《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尽速订定出各县市各部门的减碳标准。让节电从公家做起，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8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吴其明委员。本院委员吴其明等12人建议，近年来台湾高等大专院校教师纷纷借领遣即离开教职，经媒体报道，大部分改赴国外任教，单有台湾目前的教师薪资来看，确实令人忧心，后续还会有更大的离职的效应出现。教育是百年大计，而教师就是培育人才的基础，一旦优秀的教师皆为他国所用，我们如何期待台湾未来的人才养成教育的人落实？台湾除面临高等教师外流，根据媒体报道，台大等尖端大学10年内退休的比例高达1/3以上，未来台湾势必发生更严重的师资断层。为维持台湾竞争力，建请行政院预先评估台湾未来发展方向领域内。本院委员吴其明等1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1人，针对2012年台湾港务公司成立至今，严重违背当初与民承诺之3不原则，包括过去已成立之港勤公司、国际物流2家子公司，以及在今年欲成立之高雄洲际货柜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观光发展公司、土地开发公司等子公司案，不仅违背跨出国际藩篱与国际物流范畴之精神，让台湾渐失去国际运筹之发展优势，甚至以严重影响既有民营港埠业者作业生态及临海渔民捕鱼生计，特此有在讨论必要，评估之必要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简东明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6人，建议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保障男女传统非遗文化，规定每年3至6月非遗季期间，男女外海禁止10吨以上渔船捕鱼，更禁止使用流刺网、追逐网或毒鱼、炸鱼等非男女传统捕鱼方式。日前，台东县政府更扩大管制期间，至每年2月至7月，以保存男女传统非遗文化。不料此事引起屏东渔民不满，扬言抵制，封锁男女客轮进出屏东后壁湖。因此，本席原提案要求农委会、渔业署、交通部等相关单位尽速出面协调本案，保障男女人传统文化及交通权利，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明等16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曾明忠委员。主席，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临时提案，鉴于学生贷款逐渐变成弱势学生的经济沉重负担，平均每4名大学生就有1人申请学贷，其中高达80%来自私立学校，普遍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却需负担比公立学生高出2倍的贷款金额。那尤其大学毕业生起薪相当的低，88年的时候是27500，103年的时候也只有27200，其中私立学生普遍的起薪更低，间接加重还款的负担。即使教育部从今年8月起对收入不到3万元的学生，大学毕业生偿还期限、偿还贷款的期限延长到20年，但是无法减轻实际的负债压力，所以建请行政院提出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赖世法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本院赖世法，本11人临时提案，我国渔船在冲之鸟礁附近公海遭到日本的扣船，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明确指出，冲之鸟并不符合岛屿的定位，并且日本已新建9平方公尺大概2张的桌球桌之堤防设施，主张其专属的经济区，历经30年来从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因此，既然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在先，为捍卫我国的渔民权益，拒绝缴付保证金的无理契约，原提案要求行政院跟相关单位应该据理力争，严正的交涉，向日本追讨渔民赎金的范围，并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并且在国际上强烈宣告我方赋予的立场，是否到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陈雪生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陈雪生、杨正武等14人，有鉴于马祖地区观光发展迅速，旅行团及游客大量进入，虽有助于马祖地区之经济成长，但也因机位为旅行团及游客所占，排挤了马祖居民返乡搭机的权利。尤其台马空中航线现仅立隆航空公司经营，立隆航空虽努力维持台马空中航线畅通，但因民航机数量及其他的因素限制，无法增班以满足台马空中交通的需求，致马祖乡亲返乡是一票难求。原此，建请民航局邀集远东、华信、复兴等3家民航业者，征询及鼓励以上民航业者，
进入台马空中航线，以保马祖空中交通之顺畅运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陈雪生等十七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报告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十四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十一案至第三十一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决议，我们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